块钱，五百。你这侮辱我，五百太多了，我只要一百。新手啊，我靠你，不给你一百。啊、你拿这个考验干部，你觉得我在跟你讨价还价吗？我说了我不要就不要。转性了，我再转进去。我说了我不要，男人可以没有钱，但不能没有尊严。你这一千，我给你转回去。你转五千，是不是？中国有句古话叫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你既然都有这么诚意了，那我就收了吧。媳妇儿，你的爱意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亲一个。哎、先走了啊。真的皮囊，你有够能撕破骨，我来打。第三步，让爱文的女友提早回家。提醒。碧罗啊，你们几点聚会啊？六点吧，然后我九点就结束，十点。那你还不快收拾？等会迟到了。啊？他开始懵了。那你先弄呗，我去帮你收拾包哈。包给你收拾好了。哎，你怎么穿这么厚的衣服呀、啊？你穿凉快一点呗。啊？不为他考虑。我穿特意。有吗？那商场不都有空调吗？那么热。啊？我妈正在门口数。看我穿个裙子，出去就被他抓住，那你就看我笑话是吧？以为自己看破了一切。不是。本来就不在啊，你赶紧去换衣服吧，你这个衣服真的不行，换件凉快的啊，快去。Later， 换好了，那我开车送你呗。第二步，故意提供接送服务。啊？什么呀？等会儿迟到了，赶紧。不是，快辛苦我。我这就是手痒了，想开开我的新车，上汽大众途昂，好看吧？好看哎，这空间真的很大哎，是吧？而且这么大个车，像2.0T百公里油耗也才7.40升，选车品味不错吧？这个车这么大很贵吧？不会啊，虽然去年国家购置税减免政策已经退坡，但是1月至2月，上汽大众全车系都还有50%的购置税减免，现在夏天能省10000多呢。你有消息啊？那肯定啊，走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么帅的只会出现在动漫，要想明白你是不是？你把这个披上呗，外面冷，你到了过后再脱啊。你什么呀？赶紧去吧啊！第三步，故意提供准备。我先走了啊。哎。你干嘛、啊、东西掉了啊、哎、我回家玩游戏呗，你要聚会的嘛，你干嘛上来，你赶紧去啊。去啊。为啥？你这么反常肯定要别的小姐姐，我在家里面守着你啊。那你这一生只能便宜我了。我欢心大海欢。我睡了一整天后，有人会找我，有人会催我，但碧罗却会分享他一天的事情。你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呀、啊？我跟太阳都出来逛街了，发个视频给你看一下，没有其他异性。我说这个好不好看？还分享了好多好多事情，都看不过来了。要不今天怎么被人收养了？好可怜啊！请问，给你带个吃的，啊！当我问今天吃了吗，有人会说吃了，有人会说没吃，但碧罗会说：“你今天吃东西了吗，碧罗？”你吃薯条啊！不是给你发视频了吗？我吃了炸鸡，还买了个泡芙。然后他们店里面有个这么小的蛋糕，要50块，我买了，吃的好撑啊！你呢？你吃了吗？啊，我正在吃呢。不是，我才吃的，没有吃几块。当我问情人节想要什么礼物，有人会要包包，有人会要口红，但碧罗会。罗，你想要什么情人节礼物？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？啊？那我想去看电影，你陪我去。不是，我说礼物呀，包包、口红，还有。我就让你花时间陪我，其他都没说。然后他还会。那。等一下，哎，你的情人节礼物，这个情人节限定礼盒。不是，我都没有送你东西啊，你。都没有规定你必须送我礼物，那我也可以给你准备。今天现在都陪我去看电影了吧？必须陪啊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陪。那你陪我吃螺蛳粉。啊？那个会不会太臭了一点？哎，你刚刚还说了。哇。是，快点。碧罗。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没什么话聊啊？不会啊，我们虽然每天都在一起，可是我每天遇到的人，但是就跟每天的夕阳一样，肯定不一样啊。
就跟今天的粉儿一样，格外的臭，对吧？我的三喜，你怎么这么帅？你别告诉我你等会儿穿这个，不行，太好看了。我表妹第一次进城，你穿这么好看，她自卑怎么办？赶紧去换一件啊！换好了。不行，太可爱了，别人大山里面来的，都穿破衣服的。那我穿睡衣啊。睡衣不尊重别人呀、啊，对吧？这样，我把给他买的衣服分你一件，可以吧？你早点拿。哎呀，这是他们大山里面觉得最好看的衣服了。大山嘛，理解理解啊。我不穿这个。不是不是，哎，再换一件，再换一件，那件好看一点，好吧？五百，早说嘛！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。快到了，快快，你开门。空中有，空难找。嫂子，干啥呢？给你打招呼呢。嫂子，你回去了呀？对，平常就喜欢穿这种隐藏款。等会儿去呗，我在星级餐厅都订位置了。你呢？赶紧去换一身你的衣服，最好看的。真的？啊 ？Later， 好看。但你要不要多穿点衣服啊？我怕你冷。人家高级餐厅都有空调，冷什么冷？你就是说高级餐厅？这难道不高级吗？哪有，最高级的生活不就是烟火气吗？那这种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高级的吗？不是吗？跟串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你就穿个裙子就出去了？你起码穿个裤子呀。你在着急什么？Later， 啊，不是，哎，你穿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？我让你穿的是啥？我让你穿裤子，你给我穿个袜子。一样的呀，也很暖和呀。一样的个屁！你跑哪儿去？就给我换了。快点。对了呗。对了嘛，现在穿个裤子多好看，我都跟你讲了、啊，你。知道了，裤子是在外面穿的，这袜子穿给你看的。对了嘛，这还差不多，我都跟你讲了，你要不是你等一下干嘛？哎哎，你没有把丝袜脱了再穿裤子啊？我关心的还关心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脱。